要卖，我们卖政治啊！这是动物频道，我们甚至成为一个动物频道了。你就一起卖啊！好像可以啊，对啊，一组的啊。总监可以吗？是我要卖，可以。好好好，就卖他了。不行，要先吃过。先吃的。这是我们卖到成品的宗旨，很严格的。工作真的太辛苦了，真的好累哦。在日本京都开了这间咖喱，连续13年获得米其林三星级的认证，我们直接在麦闹就买得到。我的好朋友，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会不会开场开得太草率了？两个你本少嘞，因为我真的太久没有进来办公室了，我有没有一个月没进来了？有，超久，一个多月没有进来，好像办公室的这个装潢摆饰有点变哦。对，我们订购了新的电脑。电脑，这一台多少钱？五万呐，5万多啊，这样。你看，为了你们，一台电脑5万，我们还是照花了，为的是什么？就希望给你们有一个良好的环境，好不好？一定要好好干。最近有没有什么遇到什么问题？社长难得来，你可以跟我。养人很累的，我跟你讲，大家都以为说我们现在闹着玩，好像顺风顺水，好像赚很多钱。的确，最近的业务量是有比较多那么一点点的，但是你可以仔细看，我们的人丁也跟着变多了。真的，要养这群人真的是不得了。我这个画面里面只有3个。是的，我没有删。不好意思，我的员工不知道为什么12点了还没来上班呢。你们家学长，我先问一下你们最近你们家学长的工作态度好不好？不好说。哎呦，大磊，大磊，说的人道。对不起，睡过头。哦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没关系，你学长。没有。好 real 的一个节目哦。每次遇到他，我都不好意思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毕竟是我们的开国功臣之一。对，没关系，您开心就爱有睡法吗？有睡法吗？啊，有睡法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明天下午3点再来啊。哇塞，我们新同事喜欢这个是谁啊？原子少年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看这个员工，我们员工上班多 free， 他已经在给我订东京的住宿了，因为他要去东京了。才刚上班一个月而已，就给我去东京玩是怎样子？这样对吗？大家有没有心上班啊？5万块，花这么多钱给你没有？必须哇！我把他桌面改成我的。那你会改吗？我还真不会改，我怎么改？好了，你看经营一家公司真的不容易，好不好？钱有赚的比较多一点，但是你看人丁这么多，花费多，所以啊，我们要再多，需要再多赚一点点钱来养这些人，尤其要养谁，知道吗？还在吃？就是你！不要一直碎碎念，你干嘛？更年期啊！公司最花钱的就是你，你每个月伙食费要花多少钱？很好吃啊！你花一点钱在你自装备好不好？每天都不穿裤子出门。跟社长报告一下，不要担心，因为我们今天就是为了要帮大家赚年终奖金，所以我们今天是要做麦闹的选物中。我们要告诉大家，我们麦闹啊，牛奶总监平常怎么选货，我们要吃多少东西才能选出一个真心推荐在麦闹上上架的商品。所以希望大家看完这一集之后，用新台币支持麦闹，让我们本社所有成员今年都有年终奖金可以领。拜托各位闹粉多多捧场了，如果说今天真的卖不出去的话，年终奖金就是1人1盒。哎，但是我刚刚才吃一小口，哎，这个重，超级好吃，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商品，要谢谢长腿叔叔，谢谢。来一家，米乐爆米花，谢谢米乐的爆米花，谢谢，感恩。这间超有名，因为我自己已经订过他们家鬼面之刃的，它就是跟不同卡通联名，超可爱，史努比的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先跟你讲。我要这个 Kiki Lala 的，先拿起来看，谁啊？为什么有那？为什么写黄心凌？对啊，这为什么他名字？他又没有来上班。我要感谢长腿叔叔上个礼拜寄的一大箱给我。哎，这圣诞节的，是不是超级可爱？圣诞控，只有一个。那为什么是黄心凌？他先来，因为他上礼拜寄来，刚好来办公室，所以先写名字。我们看 VCR。超级可爱哦，这是我们又是另外一种办公室日常。哇，好可爱！超级可爱，这个也好可爱哦。这个哎，这是一组的啦。奶油的部分，镜头有新的全职奶油，这个好可爱，我真的是好想要，它附了袋子也是。
长腿叔叔，你产品够好，什么脚本都不用，这是最自然的。没错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不行不行，我要把这门锁起来，我觉得还没有拍，你们就要把对啊，锁起来锁起来。下礼拜五。太久了，圣诞节还有两个月。他现在就想要盒子。就是、你要拍给陈叔叔看。对。他会那个分掉。我想要这个盒子吧。好，太荒谬太荒谬。这就是我们办公室啊，那么荒谬。欢迎各大厂商有试吃有业配都直接寄来公司哦，办公室地址在这边。算了，你们还是不要乱寄好了，因为总监会生气。谢谢大家，我们办公室很小。拿 Snoopy， 到底要 Snoopy 还是 Mummy？ 我觉得好烦。拿 Snoopy 的这个超可爱，就是溜冰。对啊，而且是大家一起。不是我想换的。我们这位电商部的小姐姐明明平常做人是非常冷静，她简直不要打起来。不好意思，先来先写没关系。你们好吵哦。但是它的它的包装也太有诚意了吧，它每一款的外形都不一样。真的，它有圣诞节系列的，自己喜欢的彩虹。我小时候很喜欢那个史努比，没有没有，史努比是我，他下面有写我的名字，我要皮皮拉拉，皮皮拉三丽鸥，好，皮皮拉拉可以给你，所以他你要什么？我要你们不要的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剩下给我就可以了啊。长腿叔叔这次寄来的除了有爆米花之外，还有他们家的曲奇饼，曲奇饼好吃，这个奶油香口奇花。因为它的奶油成分超高的，你这样咬下去立刻就有化掉了。而且它这个奶酥的那个香气很重，但又不会太过油腻。我想曲奇饼啊，我最怕就吃到就是油耗味，对，太重。哎，它这个不会，它不会，嗯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它都用很好的材料。吃那个曲奇饼啊，我真的是吃没两口，我一定要配茶才有办法解腻。它这个其实还好哎。你怎样？你怎样？你用什么？不是，我想要这个，为什么底下都有别人的名字？不是我上班吗？我要神配，我刚刚吃，我跟你讲它有什么口味，它有原味、巧克力、牛奶、起司、咖啡。我刚刚吃巧克力，它是苦的，不是很甜的那种。对对对，苦巧克力哦，那我喜欢。你看它有多黑，你吃巧克力超好。你看大家已经一半没了，它其实是满的，因为在办公室牛奶可以一次吃五遍，本来是这样。好香哦！我们已经吃成这样，好好吃哎！而且他跟我讲说，他这巧克力有多黑，他巧克力本来不就黑的？你吃不是牛奶款，它是那种你吃就知道了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它是用天然的奶油，纽西兰的天然牧场新鲜草饲料的鲜奶提炼而成。哎，李明，你也知道看着搞念，你还给他喷过来，大家可以互相配合一下吗？我好纳，家丑不可外扬。对，家丑不可外扬。以 ITQI 食品界米其林为切入点，不是，这是什么？他会念错，他也会念错。好，再次，你好好吃一口。镜头不要拍我。喝酒。我跟你讲，它的曲奇饼是天然奶油制作，是用纽西兰的天然牧场新鲜草饲牛的鲜乳提炼而成的，真的真好吃。你看你的牙齿。有吗？有怎样吗？自己讲你的智商。刚个人玩，脑雾又更严重。我今天在家里啊，要出门前呢，我就叫了计程车。叫完之后，你知道我下一秒在哪吗？在我家停车场，我今天发动车子。然后，不对啊，我已经叫计程车了，我为什么要先上车才发动啊？我懂，我等你，我也变脑雾超严重，超夸张。那我告诉你，我到就是确诊完之后，怎么脑袋变不好？那你们是不是忘记现在要介绍产品？对，聊开感谢，变脑雾了。米乐爆米花，米乐爆米花，它有获得食品界我的皮皮拉拉的 ITQI 三星奖项，它总共有八种甜咸的不同口味，它有焦糖啊、玉米浓汤。上次是焦糖跟玉米浓汤，玉米浓汤也是它的经典口味，热门口味。哎，刚刚我们吃那个，这是 cheese 吗？不是，墨西哥辣椒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墨西哥辣椒有点咸。甜辣一起，但你说它辣椒，它其实没有很辣哎，它就是有辣椒的香气这样子而已。因为我觉得它这个辣度是连小朋友都会喜欢吃的那一种，这也太好吃了。对，是真的很好吃哎，它有墨西哥辣椒的酸味哎，酸味，酸带辣，哦，这个蛮好吃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经典款的，看店
哪有？要吃咸的。三丽鸥的口味果然是脆的，超好吃，它外面是脆的，而且有点焦香哎。对，它巧克力的那个焦香味超赞的。哦，疯掉，疯掉，哦，疯掉！哎，这两包你不要再吃了，我们不要再吃了。拜托，买一下这个焦糖的，给他一个机会。这个巧克力，好好吃。脑雾，没有没有，真的很严重。应该还是说，给这个巧克力一个机会，因为后面的那个尾韵，它那个有点带一点那个焦糖味，算了这个。不要轻易确认。玉米浓汤，它玉米浓汤超浓的，比那玉米浓汤放的玉米浓汤再浓三倍。不是金沙的也很好吃哎，哎我。我是八，我是八字内。来了，还放受不了了。好好吃哦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哎。而且因为。我每次买这种啊，这种像是团购或宅配美食啊，其实我很看重的是它的那个包装。嗯，我觉得它这个包装每一个都非常精美，我会拿再把它拿来利用。你看有没有？就是这个里面就是我出门带的药罐，我也是用这种装啊。从你以后，我跟你讲。哎，人好，年纪越来越大，对，你会越大，你的太小了。家里啊，你看，我还有这个小的，你看，都有装眼镜眼管、眼药水啊。我跟你讲，这个那么大，那个骨灰台又怎么了？哎，大家可以看松道馆啦，你以后还要来聊一些朋友也可以聊。你喜欢史努比吗？你装史努比的呀你。这个送人太可爱了，然后送人之后回家吃完又可以收纳，从头到尾。而且你们看，现在因为圣诞节，它有一系列圣诞系列，不论是三丽鸥这种皮皮拉拉，还是联名史努比，还有这种全部都是圣诞节，各位圣诞控一定要买起来，超可爱，超可爱，超有可爱。那毕竟我们今天是来试的，那让我们来投票一下吧，值不值得推荐？如果今天。没有过半数，我们这份就剪掉，也不要公布什么网址。好啊，好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不可以推荐？一二三，过。啊，女生好可爱。2、4、6，可以啦，好。可以。那网址是？现在点击资讯栏会有专属的网址，而且还有专属的优惠码，你只要输入 now you。No， 就去拿一个闪东墙，还是什么？你管是你爸的女儿，都你啦！自从跟你相处之后变笨，然后口齿又不清。哎，你不止唱歌会走音嘞，讲话也会走音耶。八雷，输入 now you on 250，满2000现折250。单笔消费399，可以输入 now you on 399就可以免运哦。我要这个史努比的。这个应该都没有人写名字了哈，你想写名字吗？我帮你填，我要拿一点啊，奇怪了，我必须赶快写名字才行。我们才开20分钟，巧克力超正的，剩半条半了，巧克力真的超正的，连不吃零食的阿妈都变瘦，对，因为这个墨西哥辣椒不赞。哎，那我配酒配酒，对啊，连阿妈都喜欢的哦。选物中间选帅哥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买一送一耶！这个是他现在是卖到的服务吗？对，可以挑选，没错。学长卖什么不重要，学长卖什么很重要。是我们要卖的是学长，这身高可以吗？嗨，你好。这个体格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总监卖了吧，卖了，没事吃就先卖了吧。要，我要试吃，我是公司。你说试吃学长，我是公司的最后代表。好的。哎，是白蛋。来，红茶来不及，还是来不及。你做的，对。那让学长怎么这么有？他展开，他收起来狂客。是我们家，然后我们送一个那个家电袋，因为进家电冰箱，我们都是很天然。进冰箱的时候，可以把冰箱味道吸进去。家电袋就是保鲜盒，对，它就不会变冰箱口。你闭着眼睛听学长说话。学长你说。你害我有台。学长你说我听。说。这个夹链袋就是可以来当做保鲜盒哦。好，你可以为我保鲜吗？你看展开，你看它里面有内馅。我们家的巧克力是真的。居然有内馅，好好吃哦。你第一次吃吗？哎，他上次有给我一条，我就觉得很好吃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试试哦。但是你可能会太，你吃小菜吧，他是连一点糖都不吃。真的。
肠粪黄，算了，你赶快回去。太甜了，你不要浪费。太甜了。他本来就不吃甜。好吃啊，真是好吃。对，是吧？是吧？小鸟胃好吃吗？好吃哦。这会卖吗？会啊。卖哪个？卖学长本人。你真的很懂，你超懂。你在那边后面听到什么？我家的指标。总监可以吗？是我要卖。可以。好的，总监，那我们就选好店里见。好，选好店里见。他有一点，大吉先生有一点难找。就身为这附近的住户，我来告诉大家。没关系，因为我们是要卖到团购，不用知道他店在哪里。他店有点难找。你看，学长，学长在那了，学长在那了。那我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让我看一看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是我喜欢的菜。哦，不是你喜欢的菜，这身高可以吧？身高可以，手臂也可以，手臂可以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金额被人不会啦。哎，你们家的店怎么开在一个这么神秘的地方啊？我们就是开在这边，然后做网络，所以想说好像不用找一个大码，然后就有点后悔。啊，不过顾客还是很重要啦。上身不行，我们今天早上还有可以，可以身高也可以。拿糖果预约交完成。他摸啦，就网络上面。那你们是有自己的？他就是要自己。之前自己网站。能不能总要不是阿贝？那这样不够不够，我跟你讲，最近我们还有一个更棒的网站，叫做卖脑。你说说看，你说说看，不是我们先吃吃看吧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也不是什么商品都卖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会挑的，要好吃才卖。对啊，学妹已经有来过我们办公室，办公室同仁都谢谢学妹。没有，因为他们比较不挑啦。然后对对，我是最后的一道防线。如果今天我一吃下去，哎，不对劲的话，我就。我们今天我就提供你一些改良的方式。老板，我平常都在这边游泳，所以我早上都会经过你的店。因为我老实跟你说，我每次这样经过，我想说啊，在这里卖古早味蛋糕，这样子有人要买古早味蛋糕吗？可是你看，它是古早味蛋糕。我们把它改良了。古早味蛋糕是你一出炉要马上切，然后切就很好吃。那我们因为在这样子比较过路客比较少的路上，我们要外送比较多，所以我们想要确保说客人在五天内吃到的口味都一样。甚至我们的蛋糕，我发现我们最佳的状态是两天后。两天后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蛋糕需要熟成。然后我们家的蛋糕，我发现像红茶、斑斓，它的香气在两天后、三天后的状态更好。所以如果你牙齿没有很喜欢，那你再等两天。对，那我们先走了，我们先走了。我喜欢冰的，我喜欢这样的冰，好好吃啊！这个是万圣节的特制口味，平常人是买不到的，因为学长说做很麻烦，他以后都想不想做。这个真好吃，里面是南瓜泥，南瓜泥，而且他们是用栗子南瓜，栗子南瓜，栗子南瓜现在很贵，一个月会出一天，然后小鱼很有个性的他们，对啊，因为真的很麻烦，那还要切，还要蒸，还要削皮。而且他们自己研发了气泡茶，你也很喜欢，咖啡摄影师也很喜欢，微微喝酒的感觉有，就是一起，你就一起卖啊，好像可以，对啊，一组的啊，他那个咖啡刚刚我们家杜可风也是赞不绝口在那边，因为他有酒的味道，所以如果说你正在是在戒酒的朋友，这是一个很好阶段的替代。I got this feeling I can't describe, this magic in the air.Come alive, and when I see you,果然是有在健身的老板。有怎么刚刚有人找我？很谢谢。而且我喜欢它的口感，它其实是湿润，对，然后很 Q。其实一开始我担心说，就是吃他们家的蛋糕会不会口干舌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其实像类似像这一种比较偏古早味蛋糕，其实会有点干，然后会想要喝一点东西。可是他们家湿润到你觉得不用配茶是没有关系的。分路现场，台风，台风在直播，他那块红红瓦瓜，整个都已经倒下来了。好甜，吹都不会干，对，蛋糕不吹都不会干。而且你不觉得不腻？因为
他们是用豆浆做蛋糕，不是用牛奶。哦，是这样子啊。哇，哎，风雨又交加了，难怪这蛋糕吃起来这么湿润。还有，你知道，因为用蛋糕，如果你的蛋糕用豆浆做，代表乳糖不耐的人都可以吃，哎。对，乳糖不耐是我，真的。可是我觉得比较感动的是，因为它的味道非常的纯粹，你可以单纯的去欣赏它那个蛋香味。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哎，它是不是融化的那种？对，熔点巧克力。哦，巧克力超好吃，巧克力超好吃，超级好吃。它不止中间有这样。它上面还帮你放了脆脆像巧克力饼的东西。是不是要跟他道歉？不是普通古早味。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古早味。对啊，它做的是古早味的形状，对，但它的口感跟味道是高级蛋糕的味道。对，哎，你看一下它有多甜，很弹，马上的长高，好个厉害的海绵，我要吃气死了，受不了，你真的受不了哎！你看一下它这，它除了这边之外，看它上面。哦，是 cheese 块，一块一块的 cheese。哎呦，天哪！哦，这一定很好吃，你看这 cheese。啊，我要吃 cheese 最多的，巧搭。哦，这个好好吃哦！但是我回家，我会稍微用电锅，就是那种热热的放进去，一分钟，它有点三十秒就好，让它有点热热的，一定很好吃。可以拿平底锅煎哦，平底锅煎，我们有客人好像拿平底锅煎，效果蛮好。这么聪明哦，点头点头，可以当早餐。我喜欢它上面那一层起司的口感，因为它上面那个起司块它是带有 Q 度在上面的。可以吃到目前为止啊，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调味啊，都算是走的比较清爽那里面的路线。对，它那个味道，它不是说给你满满非常浓郁的那一种。对，真材实料，但是又很清爽。是你真的是一个人可以吃一条，真的，我都不吃甜点的，一人吃一条，这个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它不是香精，所以你不会马上闻到它是什么味道，其实就是要你的唾液这样，然后慢慢嚼它，它的香味就会出来。它就像是一个女孩子一样，它不是那种喷的满身香气的那一种，它是本身，因为它就有在养生，它对它自身就有香气带出来的那一种。它有在看书，像你这种靠化妆的就不。化妆不演啊，起床长这样子，起床长这样子哦，起床长这样啊，关系不大。最后一个口味呢，红玉红茶，红玉红茶是把那个红玉红茶茶叶打碎，打成粉末以后，然后才下去做。你们先不要吃，然后我们把那茶末一起拌进去。哦，它跟我想象的味道不太一样哎。它其实是苦甜苦甜的，因为它吃得到茶叶的香，可是因为它有拌茶叶进去，所以会有那个苦甜。对，它有大容，就是大容红茶。这个我爸会爱。这个其实什么都可以买一组哎，像这种起司的话，小朋友应该会非常喜欢。巧克力的话，女生会很喜欢。我最爱巧克力。这个都要买啊，这个可以。我要投票吗？这个投了吧，哪一种？要吧，我们是很公正的。同意了。请投票。通过，通过，通过，通过。耶耶！他如果说今天看了这几个女性朋友，觉得说很想要你亲自陪送的话。好，我们安排一下这个不是，我们要买两万才能轻松的呀，你要团购两万就可以了。不行啦，起码二十万啦。20万。优秀哎。其实我都是把麦当劳的东西加热让你们吃而已，我怎么可能会煮？然后这波菜是用鹅油煮的，你就觉得怎么有鹅油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可能也会卖。赶快吃看，今天整桌都是麦闹试吃，可以这么说，这就是麦闹选物中平常办公室的日常，蛮日常的。这些都是我们的小白老鼠，他们要通过麦闹才会卖哦。今天试吃的有卤味、卤鸡、小翅、鸡小腿、鹅油煎蛋、鹅油炒菠菜，然后还有红酒炖牛肉。卤味还好，这口口香香，没有难吃，没有好吃，不值得。但它肉挑的很好哎。味道它里面菜色很配，如果可以电视什么，我觉得口味特别好。可以电视啊，可以电视，看你怎么样。而且它肉都是超多的，不是外面买的，有的那个鸡翅都很少。我觉得可以啊，这个肉感还是有肉感的味。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个试吃品，油封鸡腿，气炸锅，15分钟。三份工作真的太辛苦了，要吃太多太辛苦了，都有职业伤害。会不会胖？不会，超
你太累了吧？哇，里面好香哦！你可以再去煮饭了，那汁跟饭都很好吃。来，由学长先。但学长小刺放冷藏放太久，微酸他也吃不出来。所以现在所有东西都要加那些事情。我也不用。不是啊，就叫我吃。吃出来。好堪忧，真的堪忧啊！这一群是吃团。鸡肉很好吃，但永丰的调味我真的比较不喜欢，因为他不喜欢那个迷迭香，因为里面就是迷迭香口味。永丰就是要做迷迭香。这鸡腿我不懂，这调味不是这种的味道。好啊，我都录下来了。所以那种是很残酷的，好不好？不是随便商品来都能卖的。过，不知道。过，这卤味过不过？不过，过肉感卤味。过。因为它这个也有贴贴纸啊，对啊，这是这种口味。去吧，今天来到高雄外景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我们卖闹选物就是这样，真的来了，就是这样，一个不经意，一个不经意的看见。不是，为何我们连逛植物都会找到吃的？你等等，你等等，总监，我们可以再带这一包吗？可以，但你们先吃其他的。那总监，我们可以再带这一包吗？观众说一下这是什么？对呀。跟你们说，跟你们说，这个叫做好结果，是用全部都是新鲜水果，然后透过48小时耕种的过程，然后成为的这个果干。我先看它的香蕉。看跟观众说，我们只是来高雄外景，我们发现这个随便想吃，在鹿角蕨的店。它里面有几条？哦，好多哦，超多条，完整的香蕉，厉害了吧？哇，我的妈呀！那一根香蕉也太真实了吧！很好吃，吃起来很真实。真的假的？哦哦哦！靠！哦哦哦！你喊他？说什么东西呢？你喊他？你是会人妻？你喊他看看，你可以节制一点吗？这是香蕉本人，但是多了那个脆的口感，是很酷。你们真的今天来吃哎？它这完全不含糖跟任何添加物，它就是。圆形水果，然后把它冷冻干燥起来。好，你们吃下一个。好，吃下一个。哎，芭乐很好吃。芭乐吃了一口，芭乐不得了。它没有加糖，你不敢相信它没有加糖。它整个浓缩了芭乐的甜味。什么表情？芭乐的香气，然后它是酸酸带甜甜，就是芭乐本人啊。这跟我们一般认知的那个烘干的果干完全不一样。因为我跟你们讲，一般烘干果干做错了什么？太薄。对，太饱，拿给他看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你切在家里餐桌上的。哎，不是，这简直是拿出来，拿出来，这简直是造景用的假草莓，它里面是草莓园，对，它连叶子都还在，真的，连叶子都还在，而且洗过拿直接拿去烘干，怎么可以是有光泽的？好可爱哦，人家都不知道要不要给我们卖，没关系，你很适合放在什么烟火里面。我要吃，我要吃，我要吃。分掉，分掉，那个酸的草莓的酸度跟那个甜的香气完全浓缩哎，是因为它不含水的关系吗？牛奶你要包套的，包套，你团购的时候包一整套。哎，总监，哎，有机会谈合作吗？应该我还没打，但是因为太好吃，他们已经不管我了，他们要赶老板，赶鸭子上架。OK， 如果不合作起来。一定要把这个好物推荐给大家。如果他们没有要合作，那几包他们要买单哦。我们靠他们主持费，在里面啊。虫子怎样啊 ？Oh my god， 这个是苹果本人呢，它连苹果皮，苹果香气这么的还原，然后又加浓。不要说那么多，包套包起来。我跟你讲，你们不包套，你们只买一个，这样子对吗？不行啊，这是错误的买法。火龙果来拍了没？买法就是要包套。它这个粉粉的会粘在手上，这个紫色多美，水感。这火龙果神还原哦，它哪一个不是神还原？而且它最屌的是，宠物可以吃，宠物当零食。对，你知道宠物都在吃冻干哎，我家的小猫也都吃冻干，给它直接肉干还原这样。小朋友也很可以吃啊，与其吃那种外面的糖果，不如吃这个天然的水果。那我添加。
无添加就是棒。对啊，我跟你们讲怎么看无添加，你看原料只有一个，除了水果本人没有其他的了。就知道这个选物都是要很有缘分，真的，一切都是缘啊。高雄外景出一出，马上入荒选物，莫名其妙来。我们真的很什么选物真的都是这样，真的吃到好吃，吃到 B 总监 ，B 总监答应我，好了，他一定会跟我卖的，一定给你们卖，会的，一定的，我会加油的。幸好没吃鸡肉，都吓到，这怪怪的，真的是怪怪。吃到摄影师也要外带一包回去给你。然后我们自己买了五包，好吃哦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搞错？这里是串烧店。对啊，这要怎么选？我跟你说，他们要出你在家跟我们麦闹下订单，在家就可以吃到他们家的产品。真的假的？跟您报告一下，今天有什么好吗？特制日式无骨锅，一系炸鸡大牛棒，就是全日式均有无骨锁，一定会有大牛棒，一定会有。我跟你们来试试面膜料，没有人停得下来。可乐饼有 cheese 跟南瓜口味，哈可乐饼，真的，酥炸猪肉汉堡排，真的，胡麻冷吃乌龙面，真的，很烦呢、欸。你们都弄，我没弄，好像很奇怪啊。大家一起，这个回去可以直接这样子弄来吃。就是简单，它已经帮你调味好，然后煮一下，加热一下，煮一下这样子。哇，然后一夜干，一夜干，不可能吧？一夜干。一夜干跟乌贼一夜干，哇，这个都是我们吃过，是他们家本来就有的商品，已经试吃过，可以卖，可以卖。然后老板还有一些自己独家管道进台湾的名店的咖喱，那就厉害了，因为这一间这样，弄了老半天，算是我把它谈下来，真的是他引荐的，所以他今天才出现在这。我们现在就是来吃，不行直接打枪，嘿，你头给干爹。我说这是日本米其林的店，然后他们出的牛肉的这种调味包，哇，应该很道地的，而且只有熊哥有货。怎么样？这个圈子里面只有熊哥有货。来问一下熊哥，今天这批货存不存？我跟你讲，重犯线里面就只有他搞定。有先到后面门看过？连续八年取得米其林三颗星的餐厅做咖喱给你吃。哇哦！然后这个是连续13年取得米其林三颗星，真的假的？我们公司才3年的。人家8年13年，多不容易、啊！连续13年，对啊，好，就卖他了。不行，要先吃过，先吃。我们不能因为牌子大有米其林靠，就这样，要先吃过，这是我们麦闹选品的宗旨，很严格的，严格的。你刚刚没有来，前面那家店老板才刚哭而已。被整段被剪掉了啊，都没有他是不是？东西要等叫我们来，对，严格哎，呀给啊，所以那个。熊哥，你先跟他心理建设一下。对，怕什么要病了哦？他可以把给搞到包。调来卖。可以。哇！你们工作真的是太辛苦，太辛苦了。不是，这是中原普渡哦，不然怎么会说没事？选品，选品，拜拜哦。工作真的太辛苦了，真的好累哦。真的辛苦哎，吃太多。确诊刚出来，身上还有病毒，我们要喝点酒精杀杀菌。对，你我愿意吗？用的美酒要不要喝？你喝一杯就哭的了，你还没有给他讨酒喝。不然今天再哭一次啊！我哭吗？不是，我只是要跟你们说，追隐藏的眼泪。我只是要跟你们说，他自己有什么好哭的？他很伤心，吃不到炒面了。完全不能喝酒哎！情绪起伏超大。知道你这么没关系。请问你们现在麦闹挑的店家，老板一定又要帅，老板娘又要美。那你要批评我，因为我都有在社团里面。而且他是我们忠实的闹主啊。对，没错没错没错。这是牛棒，牛棒，对啊，而且这么奢侈，那么厚，那大片哎，而且你没听他讲，在家里气炸锅弄出来就是这样哎，他刚毕，
因为如果家里没有气炸锅，那跟闹着玩买啊！对，我们要卖这个，我们本来就有卖气炸锅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哇，你这个牛肉饭后面的香气好棒哦，好好吃，嗯，好好吃，好吃。你看这宵夜这一包给它炸下去，然后电影给它打开，太享受了，哇，升天了，升天了。哎，我一怎么一口接一口接下来？今天还有很多，这今天很多要试吃。好了，这阿贝很重，这个没办法，这个。哎，女生最爱的可乐饼，这个也是气炸锅，是不是？对，好强哦！切一半。我要自己，你要自己。你是一口人吗？是不是确诊后变的？它这个是气炸之后的吗？对。你们今天吃的不是炸的，是气炸。对对对。哇。好好吃哦，而且，它的起司不是只有包中间，它包到这里都是起司，哎，马铃薯，然后起司，不是只有，你看，看到吗？很好吃哎，可是它的起司又不是那种很太强烈的，觉得它是属于比较清爽，它是那个白色的，嗯嗯嗯，如何？阿贝。他吃到别的东西。阿良，你讲这些，你自己先说好。在卯牌，他说你们吃就可以了，我来试吃别的食吃。今天赶高铁。好，那我们都吃了嘛。嗯。啊，你要投票吗？没关系，你们投，三个人投票刚刚好。对。哦。才能够2-1嘛。可以的话，我们就扎左眼。啊，不可以，就扎右眼。好难哦。可是有的人不会扎的话，就两眼。一二三。你没过啊？不是，不喜欢哦。没有不喜欢，但是我比较喜欢就是里面要包一点点，比如说肉末啊之类的，对。所以我才吃这个嘛。啊，你又不来投？我觉得女生对，因为我个人对可乐饼是还好，因为可乐饼它是比较偏甜的，对，所以是女生或小朋友的口味。男生要吃这个。哇。真的有够好吃的，我不晓得你们的皮是不是跟我的皮是一样的。我先吃了原味，然后我第二口再去沾它的那个酱，我这超喜欢的。哎，你们看这香气，好闻，哇，这个香气，哦闻，它真的是用气炸锅这样出来的，可是里面那个肉汁还锁住，哎，还非常的 juicy， 这是我吃原味的时候的感觉。接下来我沾了它那个酱汁，我的妈呀！我才问说你们酱汁会不会附啊？哎，要附酱汁啊！那个酱汁那个还带点酸酸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因为你本身如果怕说太油腻的时候，你要有一点酸来做点解腻动作，这个是绝对绝配的。我跟你讲，肉不要卖，我们卖酱汁啊！这是购物频道，我们再次成为一个购物频道了。太好吃，我就觉得很好。经理，再加50组可以吗？经理，拜托了，拜托，再50组就好。很快，对不对？因为它就是那个购物台出来的，难怪就是，不是因为我认识的朋友我讲成这个样子，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，我推荐这个。你问那个肉的肉，我很喜欢吃肉，然后我比较偏好是牛肉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猪就是会有那种猪的味道啊，然后比较不好吃，但这个完全不会，然后它很好，它把那汉堡弄得很扎实，吃起来有点像牛肉了，几乎。因为我刚刚以为是牛肉，然后。再加上它没有爆油，它里面的肉是属于有嚼劲的肉块，嗯，好吃。如果这个我绝对是通过，可以可以过。啊，等一下，会有 sauce 吗？我在录，一定要付。我觉得要付，要付，太好吃了。因为你如果回去沾普通的酱，没有加成，对对对，要配它这个酱，再加一颗半熟蛋，直接居酒屋还原呢。真的。哦，乌龙面来了，哇！明太子的，我要，我是乌龙面控，快点给我。对，明太子的白酱乌龙面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哎，等下这个也是可以买回家的。对，这个要什么？就跟那个煮饮一样，你就是面煮一煮，酱拌一拌，就这样。真的假的？我这样子很方便呢。可是店长有要说话，店长那个葱跟海苔没有付。所以，那就你要切一点，想要加什么就加。啊，这样子，那你你今年几岁？他喜欢台湾的男孩子吗？哇，很好，有没有特别？你不要站太远。太远了，太远了。你要喜欢什么样的类型？带路。哎，就要他自己。啊，要温柔，哎，要温柔的，温柔。然后外形，很像动物一样，像动物一样。
湾喜不喜欢？台湾熊，台湾熊猫，熊猫，台湾熊猫，熊猫在哪里？熊猫嘞！我跟你说哈，我跟你说哈，我们刚刚问店长，他刚好单身，他刚好单身，你不要动，这样子马赛克比较好打。哎，不用，对，不是我啦。这什么？我刚刚问你，刚帮你问了，这店长单身，他喜欢台湾的男生。不是我，不要乱摸。然后他要温柔，你有温柔吗？有，非常温柔。哇！重点只有一个，他喜欢的外形是喜欢像动物一样的。真的，真的，自己说的。口味这么特殊。这一只可以吗？可以吃台湾黑犬。可以，这一张都最近了。它可以吃的，可以吃的，对对，可以烤来吃啊。注意点。OK， 那你到旁边去聊吧。我要拍成品。拍成品，拍什么成品？拍它就好。做媒人的感觉真好，哎。这个，哎，快点，弄电梯啊。看看它超好吃。这家可以吃这个哎。是哪些？这个椒。天哪！鹅肉啊。我们的技术也可以让自己在家里面的乌龙面就这么 Q 弹，是不是？就这么简单，然后我们 Q 弹之外呢，要吸那个酱汁嘛。但是你吸不了之后，会发现它有颗粒感。啊，细的那个明太子都在附着在面条上面。师傅随便煮都可以那么 Q 吗？有什么秘诀？水滚秒速，对。他说只要烫过就好哎。它不是 Q 而已哦，它保有日本拉面的那种炖感在最里面，这样。最怕那种日式乌龙面，它没有认真选面，然后用的是那种一咬就断的烂面。哦，太烂。对，可是不是，它就是真的是那种，这是冷冻面团的那种，所以你出来只要烫一下就可以吃了，才会那么 Q。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它那个 Q 弹的感觉，在你嘴巴里，它会把你的那个牙齿啊、上下颚给撑开的那种感觉。弹起来！哎，你们少吃，等一下还有姑妈冷面，超级好吃。真的假的？我吃完了，我吃完了。你们冷静一点，我觉得我快要吃不下了。冷静，我要把它。我们会卖太多。对啊，哎，我觉得我观众看到这边应该会觉得我们一直很浮夸，怎么什么都可以卖？这是一个淀粉的，可以耶。怕太多，我吃不完了，这给我。好，不用了，你们就在那边分吧，等一下就不够。我想吃真的假的啦？真的，我要吃。真的吗？因人而异啦，这种东西。它那个面条，它团结的好开胃，不得了哎！真的，还不是回家自己加一点黄瓜、猪肉、生菜配在一起，真的是100。对啊，那冷面我们可以卖，是不是？对啊。那冷面要怎么回去处理啊？它其实就退冰嘛，面就煮过之后稍微冰镇，它就会更 Q。然后再拌在一起就可以了。这个酱很好吃，这个酱很好哎。哎，你们要慢慢咬。我刚刚后面有点吓到哎，因为它前面那个寿司虽然味道很强烈，可是嚼到最后面啊，它那个吞进去完之后，竟然会有一点点那个面粉香残留在嘴巴里面哎。它好香哦，面真的有跳过，然后带一点酸酸的感觉，这样好解腻哦。咖喱饭来的，咖喱饭来了，咖喱饭是我的最爱。哎，只有三碗，只有三个，那你不要吃。那你的就没了。怎么这样？因为你的专长是别人吃，可是你没有。这样子，这好像米其林连续13年，连续13年，哦，超级鲜。哇，好像哇，它那个水果的味道都有熬出来。真的。哦，那水果的。哎，那站就在旁边，我没有吃哦。那个味道真的是，好像你已经吃到8碗一样。非常香，非常的浓，而且闻哦，还可以闻得到，感觉好像在吃到水果的酸味。你比会吃有吃的人还会讲，你就不用吃了嘛。真的，你比吃的人还会讲啊。你本来吃进去是先咖喱的味道，可是后面竟然是蔬果的酸甜，一直在你的舌头里面跑出来，好香啊！哦，难怪是三星的嘛，番茄连续13年，连续13年。哎，真的有他的道理。在日本京都开了这一间咖喱餐厅呢，连续13年获得米其林3星级的认证，好厉害。然后现在这样子买得到，对，我们直接在麦闹就买得到。买得到了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认识熊哥。熊哥，熊哥，只有在你们的麦闹买得到。麦闹买得到，刚我们说了嘛，啊，这个圈内这条线上只有熊哥有货，而且你看看我们这批货有多蠢，你看多浓稠，你看，哇，这是什么黑道老大的那种？来，让我吸一下，哦，好香好香，你怎么可以自己吸呢？我解个瘾一下，哇，好香，裸脚，而
这样子。我们节目那么长都是你们两个害。咖喱的爱好者，爱好到肤色跟咖喱如出一辙的香不懂部长。啊，他现在要转过来了。有缺点。什么？我找到了。啊？什么？什么缺点？我一吃就知道缺点。什么？什么？这个饭有点烂。哎，太无敌了。日本的咖喱哈，你知道他们那些店家就是都大概做这样而已，啊，它就是这样，颜色非常的深，然后呢，微微的带一点那种酸辣感觉都有这样。你们两个是奇迹主厨，我不要想那么多了，我们看看就知道了，可以了，独一无二了，独一无二了。哇，这也快包天了，哎，真好吃了。好不好？真的好好吃哈！卖了卖了卖翻了卖翻了！对，卖起来卖起来啊！翻了啦，跟大家分享啦，不要说卖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赚今年的年终奖金，我们的本社所有员工的年终奖金就是看这一波了，请大家帮忙。就看这一波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我们把钱，我们就不要发年终奖金了，我们把钱存下来去欧洲好了。哎，不行，还是得先发一点。可以可以，因为所有的想不懂是想要补。对。耶耶耶耶真心推荐哦，真的是真心推荐，咖喱真的好，真的好，咖喱真的好，真的什么都很好吃，今天的都很好吃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了，哎 ，ending， 有人要做 ending 吗？干嘛还要自己煮饭呢？记得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有加麦纳哦。我们新成立的购物频道需要大家支持哦，耶！开个书啊，就这样，噔噔噔噔噔噔。天哪，你千万不要追！没有，你要是放回去再拿别的啦。